我要请慢用。晚上好，刚回到中心，然后就出来准备去吃饭了，吃海底捞。哎呀，谢谢李维斯的奶茶。谢谢韩金米叶的奶茶。大木木的奶茶，你我知道你是谁呀？你可以直接拿个水壶上。好，谢谢。和洛丽英苍穹的奶茶。哎，你这个指甲不太行。你用两个嘛，用两个。一个太脏了，可以吧？它也会倒，也会倒。对，还是那个好。这个还好一些。对，哼，我不进食。开吃了，我开吃了。运动会反毒，我看到超话有人发了。好，下次再来找我。有人过生日，蛮欢乐的。好的，那你留着给垫。还行还行。没有，我没有在海底捞过水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好的。这个可以了吗？
子都在叫，人很尴尬。没有哎，我和歪歪叉他们一起，大家都在吃海底捞呀。嘉华是要出现在班里的校吗？怎么都在吃海底捞呀？点的大部分都是半份吧。海底捞，嗯，下午人还挺多的，大家都好像排得很累。这个太不安，这个我怕万一掉，不会吧？
的呗。嗯，要不这样，放这个，这个要稳一点，好，这个纸巾盒万一看行不行，然后再垫个什么的。可以，别看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三个人。我下的豆花呢？可以吃了吗？哎呀，我捞不起来，救命啊！这个可以吃了吗？谢谢。寓意不是寓意的两个奶茶。对，看来大家都钟爱海底捞。我还下了一个，你可以吃。谢谢。他点的那个我还没到呢。我以为呢。我是辣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今天就只用穿外套。问了一下，嗨，关注你的粉丝。
热火锅，对，豆豉烧。今天为什么人多呢？还可以，挺多的。好嘞，五号见。我可甜了。食堂长大的，还没到家。爹是想吃火锅，念了六个奶茶，我正在火锅。
干杯。冰粉我没有吃过。什么奇葩的搭配？我的鸭掌呢？可以吃了吗？对，真的是很。好，有的有的有的，谢谢。厨娘，那你，你还是认真学习吧。结合 Y 叉，好的。可以吧，我刚吃了一个，可以。明天下雨吗？明天捞起来，我再加餐。没事，我要加餐。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什么操作？吃个西瓜，好辣。要不要吃吗？吃吗？我多少人饱？
红色号，我看一眼，是我昨天就是那个体操的神秘礼物，就是一个包包和一个帽子，就是其中的那个包包。是 YSL 的618，对，这个唇釉。对，我还没有拥有过这种包。那你得在机场等，我都快吃饱了，感觉。要贴箱子吗？啊要。放那里。放什么？这样放还是这样放？这样好好好。等一下，下面有饭。天哪，太惨了吧！心疼你。最近是要变天了吗？今天还挺热的来。虾滑好了吗？我这筷子使的。啊，那我不会一出门就下雨。心疼你，心疼你。他这捞有伞，对。早知道你应该和完影再走，管他3:21的。我嘴巴破了吗？哦，好像是嘴巴，太干了。
很喜欢撕自己的嘴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对，我也喜欢抠手指，吃完就回去，我就休息了。现在是一个没有感觉的天气。他们的晚上面到了吗？到了。好的。点了几盘肉，两盘吧。我觉得我可能要专心吃饭了，你手机没有电了。谢谢啊，胡小夹子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谢谢啊，金志飞老师。那先拜拜了。Thank you.